去后厨拖住柳伯行，别让他进来。好。燕哥哥，你是不是来接柳伯霄的呀？他还需要一会儿呢。你先喝杯水。你放心好了，他现在是我们这儿的金牌大厨，将白哥都供着他，我哪敢欺负他呀？真是这样才好。 燕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呀？要不要我扶你休息一会儿？燕哥哥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 燕哥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，我喜欢你 ，baby。 云溪，把冰块全加进来。少爷。 你这样会生病的。到。木心，你没事吧？啊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嗯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除了你，我这辈子再不会碰其他女人。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试着接受我一下好吗？ 你尽快安排一下我跟柳伯霄的亲子鉴定，他不会是柳絮的女儿。20年前他就已经。妈，我刚才听见爸爸说要跟柳伯霄做亲子鉴定，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 您刚才听没听我说话？我是怎么教你的？遇事要稳重，什么都写在脸上，难怪谁也斗不过。放心吧，她根本不可能是你爸的女儿。帮帮我吧，妈妈。妈妈怎么可能让你受委屈呢，我的乖女儿。